好，来，我们马上来干金变小号雷神。雷神，取个名字，讲一个不会被打的名字。SF 令狐冲正式加入哦，我们的小号加入了 SF 军团。SF 令狐冲，好了，先出新手村了，你们不要急，等一下就可以变金变雷神了，很开心。可以变身了吧？来，各位观众，金变雷神，起手就是金变开局，把我装备正式的拿过来。真正强悍的金变雷神要诞生了，好不好？看清楚了，我这个装备栏，我要一格一格把它填满。好，艾斯卡练功套装，哦，加九海神三叉戟，看来武器不用换，不错。哦，换裤子，腰带腰带，服食服食，然后装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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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内衣跟肩甲，好，我现在已经是一只很硬的雷神了，非常的硬，防御已经来到207了，弄个娃娃出来。甘特好了，好，我们叫甘特出来。我的技能这样都有了，这样是还有什么技能要弄吗？好，我们可以开练了吧？我们还缺什么吗？我们缺武器吗？拿雷雨会比较快吗？那这个是加九的，雷雨开定位超神，好吧？雷雨是不是？有没有雷雨要借我的？没有是不是？我自己买是不是？我乞丐，好，干什么那么贵啊？靠北，我2000的而已，加七就好了吧？好，我们比较穷啊，加七就好了。超53等的垃圾还想要交易所，靠北我不能买啊，我还没70等我怎么买。欸，谁有那个，谁有没有紫装借我啊，借紫装，征求善心人士借我紫装，谁跟我同盟，我看一下，跟某某借紫装就好了。我在想什么呢？金小丸无敌心，找一个人借就好了。金小丸雷神，欸，金小丸借一下，金小丸借金武啊，金小丸有，我看他愿意提供给我什么装备。好，来看一下他给我什么装备。哦，这个屌，这个牛逼。还有什么？就这个吗？就这样。好，有一个守护臂甲。好队友，好队友。哦哟，哦，这个准备超音感美。欸，我现在没拿武器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四个力量的。好，来力量点上去，多重强化，2、3、4，点四点。然后哎，怎么不会跳？卡住了。两点。这冰龙打我怎么那么痛啊？什么血扣6000滴，是啥小？四点，怎么死了？啊！他不是要带我吗？怎么把我打死？啥小？靠背哦！不是，啊，你打死我干嘛，啊？看你是这剧本塞很久啊！妈的，我这个都还没点到加四哎！啊，这个点五点好了，加四的东西我们不用哦。这加四的东西我们不用，五点很好啊，有没有加五的光之力量肩甲就诞生了，加六的过，哎，干他妈的杀小啊！哦，我们有加六肩甲，这怎么那么简单啊？加六肩甲就这样，就是这么简单哦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左下角的经验条到底有多可怕，啊，这经验值是噗噗跳啊，有看到吗？这个经验值跳得如此之快。并不想叫仙人掌，哎，干妈的，你知道你现在砍我的法师开游戏你会被我插吗？你还砍，你还砍，你要被我插死了，你还敢砍，你还敢砍，你完了，这个乒乓仙人掌你完了，你完了，我的救光在等着你，他竟然敢打金变雷神，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打比较快啊？我自己试试看啊，我自己试试看，我打打看，我打打看，小丸的小号自己打10小时52分身80，他妈的，他什么都满的，又一只轻变。5、6箱子有罗斯玛丽成长气息，那可以干嘛？谁打我啊？摩羯座妮妮，摩羯座妮妮不是同盟吗？干，靠你的！啊，这摩羯座，这摩羯座，这摩羯座冲啊小啊！干，都没聊。操你的！妈的，在屌啊，干！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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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